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nie 温哥华的地产经纪。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个 townhouse 的项目，这个项目名字就叫做 Thrill， 发展商就是 Anthem。 其实大家应该对 Anthem 这位发展商都不陌生的了。 Anthem 就在 Berkeley 这一头就陆陆续续起了好几个项目，包括有我之前刚刚介绍过的 SoCo 第二期，又已经入住了的 Winwood Green，咁有我之前介紹過嘅 Ginger， 同埋嚟緊嘅 Townhouse 項目 Dwell。咁我而家咧就同大家睇下呢個 Townhouse 項目嘅資料先。Dwell 呢個項目坐落喺高桂林嘅 Berkeley 區，位於 Smith Avenue 同埋德路嘅東北角，附近都係一啲低密度嘅住宅。德路就係一條內街，唔會好繁忙或者有好多車經過。Dwell 嘅位置咧就講得上係黃中大靜啦，由嗰度行落去 Berkeley 嘅 SkyTrain 站咧只需要8分鐘。SkyTrain 站附近咧，亦都有间 Safeway 超市、Starbucks， 同埋有好多中式、日式嘅食肆等等。由 Dwell 揸车唔使10分钟就可以去到 Lowhead Town Center、Korea Town 等等。咁 Dwell 嘅对应小学咧就系 Mountain View Elementary School， 行路只需要3分钟。对应嘅初中系 Eco Banting Middle School， 行路咧就需要11分钟。对应嘅高中咧就系 Port Moody Secondary， 开车去嗰度咧只需要5分钟。咁而呢间中学咧就有好出名嘅 IB 课程读嘅。这个项目呢就一共有69个单位，有些单位呢就是 stack 的设计，即是楼上一个单位楼下一个单位，有些呢就不是 stack 的，整座都是自己的，有些单位呢就可以直接去到停车场，而停车场呢就是 underground 的停车场啦，停车场里面呢还有一些访客的车位和单车的储藏室。今次的示范单位就展示了厨房和洗手间，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用料同埋顏色配搭。呢、這個廚房咧就展示咗 Sand 嘅顏色系列，分別係白色嘅上層櫥櫃，配搭木色嘅下層櫥櫃，同埋白色嘅石英台面。櫥櫃底亦都有燈。而家見到嘅電器咧都係收樓標準嚟噶啦，包括有抽油煙機、30寸嘅 Fogo Milano 煤氣煮食爐、Fogo Milano 嘅焗爐、36寸 Fish and Pickle 嘅雪櫃。洗碗机同埋 Panasonic 微波炉，咁某啲 floor plan 咧亦都会有呢个 pantry 嘅。单位嘅水龙头同埋柜门嘅手柄咧都系采用亚克色嘅。睇完厨房咧，我哋睇埋洗手间先。洗手间亦都系采用亚克色嘅水龙头同埋手持嘅花洒头。洗手盆下面亦都有储物空间。咁仲有一啲其他嘅收楼标准，包括系单位嘅主层都有9尺楼底，所有窗配有卷帘，单位会配备白色嘅前置式洗衣干衣机，露台咧亦都全部安装咗可以俾 barbecue 用嘅 gas 接驳口，同埋所有单位咧都会跟一个车位同埋一个 locker。颜色就系有2种选择，分别系 sand 同埋 stone。头先嘅示范单位咧就系 sand 嘅颜色 ，stone 嘅颜色配搭咧就系属于偏灰色嘅。呢个系成个项目嘅 site plan， 一共有69个单位。项目会有一个会所同埋一个公园仔，停车场就喺 P1， 住户可以搭电梯或者行楼梯落停车场。喺停车场嘅另一边咧就有啲一房嘅 garden flat 单位。停车场上面嘅单位咧大部分都系3房嘅 townhouse。有斜门嘅单位咧，就系可以直接入到停车场嘅，包括有 C1、C2、C5、A2 同埋 A2A。C1、C2、C5 系3房加书房嘅 townhouse。C1 嘅室内面积有1602尺，喺 basement 嗰层咧就可以出到停车场。主层有客厅、饭厅、厨房同埋前后花园，睡房就分布喺第3同埋第4楼。C2 就比 C1 大啲，室内面积有1713尺。属于 corner 嘅单位 ，C5 比起 C1 同埋 C2 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室内面积咧就有1691尺，成个屋苑只有一个 C5 嘅图积 ，C1、C2、C5 嘅价钱咧就由130万头起。
至于 A2 和 A2A 呢就属于一房的 Garden Flat 单位， A2 是中间的单位， A2A 呢就是 Corner 的单位， A2 和 A2A 楼上呢就有其他单位的。那 A2 和 A2A 的价钱呢就有60万美起。这几排呢全部都是 Stack 的单位， D1、D2、D3 呢就是三房的 Townhouse， 面积就由1321尺至到1394尺。D1、D2、D3 的价钱呢就接近110万起。 B1 是两房连私家天台的单位，面积有1122尺， B1 的价钱呢也都是接近110万起。 A1、A1A 和 A3 是一房加书房的 Garden Flat， 他们的价钱呢就有60万美起。 C3 和 C4 就是三房的 Townhouse， 楼下呢就没有其他单位，三层都是属于自己的。C3 和 C4 的价钱呢就由120万投起。这个项目的收楼日期呢大概是2024年的年尾，管理费只需要3毫4至1尺，订金就需要 10%， 签约的时候 5%， 3个月后再给多 5%， 非居民的订金呢就是 20%。 现在发展商呢还有个限时优惠，就是头10间的 townhouse 可以免费获赠第二个车位，而这个车位的价钱呢就是35000元的。 Garden Flat 的单位呢就可以减7500元，转让费就是 2%。 项目的资料呢就刚刚为大家介绍完了，最后这个项目呢现在就开始了预览，接下来很快就可以签约的了。如果大家想把握发展商的限时优惠的话呢，那就尽快找我们。今天就看着这么多，下次见啦，拜拜。